我看你心情不好，常常出来散散心。我知道我很无聊，那假设瞧不到。不过昨天发生一个很有趣的事情，我跟西门分开之后呢，我遇到一个帕斯，而且是一个女生，然后她中文讲得非常。 算了，反正也不想跟你说。然后呢？怎么了？不重要啦，只是一个笔夹子。其实我昨天出来想跟你说你跟杉菜的事情。我真的觉得你跟杉菜……我再打给你哦。 知道，我为了大的病，做了不该做的事，他会伤心的。好，谢谢你。
我们是从基本来的，如果说这世界上谁是对我最重要的人，就是他了。他是？我哥哥。他生了什么病？肺癌。 他已经快要死了，虽然他的病躲了很久，医生说已经没有希望了，但是我还是不想放弃，我想要救他。 一定要把他的病治好，所以你才发别人的钱。我没有办法，不管要我做什么，我只要可以救他，我都会去做。但是你知道你这么做是不对的。我知道，可是看病需要钱。 什么都需要钱。你这穷人的生活怎么这么悲哀啊？家人受不了。你今天是被我逮到，不过你不可能每次都这么幸运，你知不知道？我最放心、需要的就是你。你现在。 要死，我一点都不在乎。 你不要我还钱，你根本一直借我，你是不是一定要把我抓去警察局？这里50万，你拿去用。不是吗？不够吗？我一点概念都没有，一个医药费大概要多少？ 再加个0.5够。我还不够吗？不行，我不要。你不要？你不用怕，这是我自己的钱。我不要，我真的不要。你就拿去嘛。就算你运气好，我们也认识几个穷人，除了甘美算在以外。就你，这张支票你收下吗？